这个是我太阳，这个时候啊，三根得理，往上带抽筋，眼睛背着你。我在这不上，我在这住的住的。西医楼我学的楼火大传，楼火大传是西医学的功法之一。这个就是应用除非进行练功，就是用气拳呢来练功。说气拳就是头、手、肩、手、胯、气脚都可以穿，它是有方法、有步骤的进行。今天就跟大家练一些盘术啊，就是主要是跟大家介绍盘术法。有我的两个徒弟能使用一拳，因为大家一练。下面的第一就是用三腿打，三腿打，你自己掌握，紧握大腿，这个往上打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引起腿最高不能超过小腹，左右都可以打。在打的时候要看人生，也就是狮子吼从内里发出去，力大作战，先能踢到踢翻，这个结果就是在当我向下沉，如果等空的自己不会跌倒。好，用完下沉不用手，单脚单腿啊，你不用可以用完下沉，这里能不往后仰，这里蹬好，哎，下面就用你换龙探照的打法。换龙探照的打法就是单手单掌，那单手单掌这要求既要活，左手向脸，是不是左和掌是一个同时掌。好，这边侧着腿，好，这就是环龙探刀的体验法。好了，好，好，行了，来，右手向你，一下转，好，把内力开身，内力发出来，哎。我占用你，好，下面用猿猴旋锅的打法。猿猴旋锅就是用双掌单腿打，要求拖筋同时展，换腿，好，好，进来，来，来，同时站，单掌打，单掌，哎，一直说单掌，
哎，起起，这是冤局里去的，不得要快，是不是？今天要猛起起，这个边起起起起，那叫言字盘勇士。戏戏好，戏戏戏戏，所以拍公仔戏，哎，有活力戏，哎，都有国手戏，三哎戏戏戏戏，好。三手，那就是煎饼五手，好。一，我腰子鲁林斯。一，一，一。还打滚板，滚板石，来来啊，滚板石，左手向前扇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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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你得不到收到，起，可以传中，起，起，对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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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戏戏不快啊，会摆动戏戏戏戏戏戏，好，嗯，耶，进来了，嗯，戏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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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前有熟。你会空联系，不是走啊，是互相打架的，不怕什么？好，我开业了，这里。腰子穿领子，好。两个板子啊，滚滚过。是不是？格子里头是活的动作，在那里头进行变化。来，我们来试试吧。我们可以前一天，前面来一注意在结账的时候注意保护自己的胸门，头到脚，一个在保护自己，再一个打起来一发，心血出去像干错，回来像狗干。都在给你变化，来，会左右转，好。